今天的视频呢，讲述我们要逃离危险的泡菜学校，在逃跑的过程中呢，我们要挑战逻辑测试啊，答对后呢，大门才会打开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能否顺利逃出呢？大傻，完啦，我们放学后呢，被留在了一个恶霸的班级里啊！谁叫你要在桌子上乱画画？如果你不乱画的话，我们就没事。那是什么声音啊？是鼾声吗？这个老师在睡觉哎。是的，他睡得很香。那我们有机会可以逃跑了。慢点啊，你去试一下能不能打开门。好的，你帮我盯住他，别让他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个门锁得很紧啊，我打不开啊。你别着急啊，我们应该还有别的办法。来不及了，还有五分钟铃声就响了。如果到时候铃声响的话，又会把他给吵醒，我们就跑不掉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这条路已经不能走了，我们必须要找另外一条路啊。我们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别的什么工具之类的可以用啊。哎，这边呢有水弹啊，我们先把这个水弹呢拿到。这个水弹有啥用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上面呢有一个通风窗口，我们可以从这边爬上去。好主意啊，我先试跳一下。哎呀，这个通风窗口呢有点高啊。那怎么办？铃声马上就要响了，我们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啊。别急啊，这边不是有一张凳子吗？咱俩真笨啊，我们可以拿凳子爬上去啊！快快快，大傻，跟我上来！你先上，你先上啊！只有十秒钟啊！快快快快呀、啊！赶紧上去！哎呀，铃声响了，快跑！哦，下课了！哎，被我留下来的那两位学生呢？他们怎么偷跑了？啊，你们两个竟然敢偷跑，赶紧下来！被他发现了，还好他比较胖啊，爬不进来啊！等一下，我们要爬快点了。我们两个呢，只要不要回头呢，他就追不上啊！这个管道呢，确实太窄了，不过呢，刚好适合我们两个爬。呀，我们现在到的是哪一个地方啊？我看了一下，我们必须要到对面才行啊。是的，但是你要小心啊，如果跳不好的话，掉下去就完蛋了。我来试试。哎呀，这边有风啊！等一下，你啊，必须要先把这个风给关掉，不然呢，我跳过去就会被吹走啊。那我们要找到开关啊，这个开关在哪？哎，这后面呢，总共有三个开关啊，我们试一下这个开关是吗？哎，这个开关是啊，大傻，你现在可以跳过去了。好的，我试一下，我跳。哎，我做的挺好的。接下来是第二个跳板了、啊，但是第二个跳板我跳过去呢，感觉离它很远了。等一下，你试一下那个开关有没有风啊，把我吹过去。没问题啊，风打开了。哎，大傻，你可以跳了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呢就是跳过去啊，来把我吹过去。哇，这边又吹过来了。曹磊家第三个开关，第三个开关呢同样的要风啊，要用风呢把我给吹上去。我已经打开向他吹的风扇了，你可以跳了。太好了，我跳，很好，曹磊家我过来了，接下来你赶紧过来吧。你们想跑吗？我只要把电源关掉，这个风扇呢就没有动力了，来吧。完了，这个胖老师呢把电源给切断了，现在呢我们必须找另外一种方法。那只有边上的这根管道了，你从这根管道呢走过来。这风险也太大了吧。你只要不要往下看呢、啊、应该没事的。好吧，这不就是练我平衡吗？不要往下看，不要往下看呢、啊、跳来吧。我很厉害很厉害，哇，过来了，太棒了。好的，大傻，现在这边呢还有哪一个出口？哎，这边呢刚好有个管道，我们现在直接往这边打开下去啊。啊，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路口了，来吧，跳下来。哇，太好了，大傻赶紧下来。哎呀，你摔了。好痛啊，怎么摔一跤啊？哎呀，在后面是谁老师，快跑。这家伙你别看他这么胖啊，跑得还挺快的。大傻，你这香蕉皮扔得真及时啊，他应该会滑摔倒吧。我觉得应该会吧。哎，他摔倒了啊，再来再摔。哈哈，哎，曹磊家这边有个路口，哇、哦、这边呢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体育教室啊。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哪里有出口啊，这边呢有个出口，我们去把那个门打开啊，那个门打开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好的，我试一下。哎呀，这个门呢打不开啊。我们要怎么打开这个门呢？哎，我看了一下，上面呢有一个计算题啊，难道我们是要拆对这个计算题呢，才能把这个门打开吗？这边刚好有个篮球啊。这计算题很简单，六加二等于八，找你家投这个八的那个篮筐。你看仔细来啊，这是六乘二，怎么可能投八呢？应该投十二。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，那你就投十二吧。好的，一定要投准，来呀、啊，来吧，投进它！哎呀，投进了！哇，大傻，我们的答题呢是正确的。哎呀，怎么又换了一道题啊？怎么还有题啊？大家快点，快点！那个老师呢，马上就过来了。啊，接下来这个题目是呢，这个埃菲尔铁塔呢是建在纽约还是巴黎的？大家这一题我不懂哎。等等啊，这个问题呢，如果我们答出来就完蛋了。观众朋友，这个埃菲尔铁塔呢是建在纽约还是巴黎的？赶紧打在我的评论区下方吧。啊，我看了一下，大家都说呢在巴黎是吧？好的，那我们就直接投巴黎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后面正确的。哎，超理想，我们答对了。太好了，我们看一下门打开了吗？哇，老师来了啊！这个门打开了，快走！你们别跑啊，别想出去，别想出去，我来了！快，哎呀，抱歉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超理想，我是不是犯错了？快走吧，快走吧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赶紧赶紧逃出去，逃出去！哇，我们终于出到外面来了。
不容易啊，我们终于从这个学校呢逃出来了，高油量校巴车啊，走吧，我们就坐上校巴车的回家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呢到此结束啊，我是超雷家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